皇上赐的茶，还是要喝的。 奴才知道，皇上平日里最爱的是龙井，今日为何突然改口啊？啊，这是近日刚进贡的玫瑰花茶。哎呀，这个味道。 敖少保嫌弃这杯，就喝朕这杯也好。那就请皇上喝奴才这杯。 皇上先请。哎呀，臣罪该万死。 这是何意啊？皇上，是怕奴才无功退步了。 就陪他们玩玩。皇上，慢点，慢点！哎呀，不许办！您说您动静呢？那不是御牌号他喝的吗？您怎么自己喝了？您说您逞什么能啊？这时候啊！小妹子，小妹子，只许说，不许办！ 我的眼睛，啊！玄烨小儿，你竟用计谋害我，我鳌拜不服！我是忠臣，我是忠臣，我是顾命大臣，就算先帝知道，也不会饶过你的！啊！